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明的，又到了每月一期的九九除伤害。那这边提醒一下，如果有你关注或者喜欢的游戏，在应该是高营收活动的月份却没有在上面，除了游戏本身我可能没有关注以外，请务必检查是不是看对月份，不然你问我为什么该出现没出现，我也只能笑笑回答你了。还有几款常见的热门游戏，大部分你都可以在巴哈的热门榜里面找到，再不济就是动动手留言来许愿问问吧。然后再讲一下，这个月初已经有更新了图文不符的必玩大礼包，大致已经涵盖最近广告会出现的游戏，如果你被洗到很烦又感兴趣的话，可以去看看。那这边就开始。
最后依旧是温馨提醒时间，当你发现 FB 更新开始放缓，营收趋势又很糟糕的时候，就请果断放下吧，不要再傻傻等官方更新或者小编回复了，也别再继续加仓跟厂商赌，尤其是那些前科累累的黑名单厂商，或者会再把你拐到另外一款游戏的，都请离得越远越好。当然如果你钱多的话，就当我没说吧。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我是明德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